那另外呢，有个听众朋友也是跟我们留言关于皮肤的这个问题哦，那也是跟夏天有关的，所以想一并来跟我们的乐莎医美 Melody 来做一个请教哦。他自己有问题是这样，他刚刚移民来我们洛杉矶哦，很不习惯呢，他觉得我们这里好干好干哦。那他听说现在呢，有那种只要在皮肤上打针就能够快速补水，他这样子就不用一天到晚都是要用很厚的面膜来敷着，然后就可以很快速的能够让皮肤有很多保水的这个功用，真的有这么好用吗？有这种帮皮肤打针这种事吗？那皮肤这么大块要打几针啊？这可不可以请我乐莎医美 Melody 帮我们解说一下？对，他讲的叫锁水针哈，锁水哇，我是不知道是怎么叫锁水针，可是我有我的，我们是所谓的叫水光针啊。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水光针的原理是什么哈，它就是一个抗氧然后美白。然后大概它是可以维持一个月，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就是说它其实这个水光针它其实是一个 cocktail 的一个 mixer、cocktail 就是鸡尾酒，鸡尾酒不是可以调这个调这个的吗？就混搭的、我今天想要甜一点，我今天想要酸一点的是吧？那像一样的方式，我们脸嘛，有的人可能它比较干 OK、或者我们有的脸它比较皱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会帮它多放一点那个就是 Dysport 就是肉毒多一点、okay. 那如果说那有的人就想要白一点，我们就放那个 Vitamin C 多一点、或者是这个有生长因子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cocktail 来的 cocktail 的一个调的这个剂来的、那当然它有每一家的医美它有不同的配方啦、那像我们家的配方呢，大概就是里面的这个成分大概就有五六种的成分在里面，你心想这五六种的成分在里面打在你脸上，那其实它打的其实还蛮 very 就还蛮表皮的、还蛮 surface 的 OK， 然后它打上去的时候，像你脸有时候就其实就像苹果一样，有没有？你把它切开来不放在那个太阳下面，不是整个变黄的氧化了吗？是。那如果说你放个维他命 C 放上去之后，哎，你就不会了，或者然后你把就是补水完之后呢，那你的脸不是就蓬蓬的、然后就觉得亮亮的，所以它这个水光针的这种打法呢，我大概就是一个月需要打一次，你就可以就是进行就比较深层补水的保湿，可以让你这个美白亮肤啊。那还果真的有这种深度保养的一个保水针啊，或者是你刚刚讲的这个水光针哦。所以这位听众朋友们，希望我们今天乐莎医美 Melody 给你的这个解答，你有得到满意的一个这个回应哦。那再次感谢我们乐莎医美容中心的美学总监 Melody 谢今天为我们做的这个解答，感谢你，谢谢。